上眼牛排85，扇贝两只30，两只30，总共512元。还可以吧，我的后台又被挤爆了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所谓散的散客川女子。众所周知，必胜客的自助又来了，这次跟上次有什么变化呢？148元一位，到底值不值？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Go go go！ 你一位是吧？对，我一位，这位买的券。你看一下，你需要今天是？好，我自己点啊。小龙虾干煸，咸蛋黄，那个泪眼。哪些是新品？麻烦告诉我一下吧。焗鸡肉饭和鸡丝，那来鸡蔬菜，这两个都是新品。啊，焗个鸡肉。然后肥牛 types 和鸡骨 types 也是新品。过来3只，我点好了。这还挺香的，咸蛋黄的。4-5，15最佳左右。你们有人在正价的时候点过这个吗？焦香拌翅3只。你们最看重自助的是什么？是吃的种类多，还是吃的好，还是环境呀、服务啊这些的？平心而论，必胜客的环境没得说，服务就不报菜名，或者这个服务员阿姨有点懵。然后品类呢，我们一个个吃。我今天给大家点的主要就是我之前没有吃过他们的新品。这个我要是小朋友，特别爱吃这个。嗯，谢谢。这是披萨吗？为什么给我一牙？不是一整个披萨吗？我选择单票。哦，单票其实挺好的，是吧？你要是想吃不同口味的也可以啊。看你是要给你装一个嘞，还是再来点？那就一样口味来一个吧。这个确实挺人性化的啊，不是推广，不是推广，不是推广。哎，还是饼底焦焦的，贼好吃。雪糕黑天使，嗯，我们来吃一个扇贝，这个是菌菇塔帕斯，芝士味的，这个奶香味很浓。肥牛塔帕斯，塔帕斯就是上面是肉或者菌菇，下面是一个法棍，一个小灯灯亮凉了，我们先把它解决掉。我们吃一个我们没有吃过的牛排，泪眼。你们说它的牛排是不是原切啊？必胜客也不会问你几分熟啊。嗯，汁水充盈。哦，谢谢啊，我算真了。你能吃几块？有没有人特别喜欢吃咖喱的？嗯，会有点辣，但小朋友可以接受那种程度。我从5、6岁开始吃辣，将心比心。如果你饭量比较大，你来吃这个自助是划算的。但是我觉得两口子再带两个一米以下的娃来了绝对赚。进军意面，隔壁小孩震惊了，怎么从袋子里边能掏出来大蒜，能掏出来筷子？嗯，它俩那种奶油带一点烟熏，护嘴护嗓子，太诡异了。我这么爱吃面的人，这个意面太诡异了，太诡异了，面太诡异了，太诡异了，太诡异了，是个榴莲多多披萨压一压，薄脆披萨永远不成。饮料还是黑天使最好喝，就蜜糖乌龙不冰，夏天的饮料不冰，那它和肥皂水有什么区别？蛋糕，我们来测一测新品值不值得吃。嗯，我不想再说不齁了，你们老说我对甜品的评价只有一个不齁，真的不齁。上面有一层这个很绵密很细致的小奶泡，嗯，哦对了，我看像我们经常吃外食的朋友一定要注意，平时要补充益生菌。我平时吃的就是这个贝欧宝的益生菌糖，你看这个小小一包很便携，对不对？它里面超级可爱，是一种小熊造型的，萌死了。嗯，这是种软糖的口感，然后 QQ 的弹弹的，这个你不要小看它，这个是美国进口的活性益生菌，就这么一包含有10亿个 CFU 活性益生菌，正好是我们人体一天所需要摄入的量。然后呢，这个比你的什么益生菌粉更好吃，然后比低温的酸奶更方便，对不对？常温保存就可以，平时吃饭的时候吃上几颗。而这个里面没有人工合成的香精啊、色素啊、防腐剂啊啥的。对了，他们家还有一个无糖版本的，可以满足我们追求低热量的女生的需求，对不对？喜欢的宝贝也可以去入手这个哦。他们家还有一个活动，6月1号到6月20号，3包益生菌糖只要24.9，然后这个无糖的稍微贵一点点，3包只要27.9，喜欢的宝贝一定去入手，好不好？总共512元，还可以吧？好，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，喜欢小贝的话一定要给小贝点赞哦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我会把它喝完的，慢慢喝。嗯。